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7页，297页第一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信会，这是第十位，第十位，在家菩萨，会所曰：信心智慧也，永断以往。真解云：明心佛智，无上智慧。又本经：以诚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。人生难得佛难知，信会闻法难中难。此净土宗是难信法，若能信如啊，戒因俗居慧根。事出世间，圣贤大法入门的条件，全在信会。信跟慧是分不开家的，没有智慧不能信，能信决定有智慧啊！所以这个信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，智慧越高，信心越坚定啊！智慧浅，信心就浅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例子啊！今天我们迷失了传统文化，也就是迷失了圣贤教诲200年了。迷了200年，哪里来的信心？那今天一般大众的信心，就是古人所谓的“露水道心”。早晨起来，草地头露水，太阳出来了就没有。就是这个信心经不起考验。佛经上讲的四摩，八大人觉经上说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四摩让我们永戒沉沦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释迦牟尼佛八相尘道里的这相摩，那个魔镜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没有信会，这个关决定通不过。这个关就是财色名利
这也是四摩。啊，不是真正有智慧，信心非常坚固，敌不过啊，多少人修行，古今中外，莲池大师住床随笔上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修行人住山，莲池大师跟他很熟，几十年不下山的。啊，声名远闻。啊，真修行人，心地清净无染。啊，闻名的人多，参访的人多。啊，都市里头这些大夫长者，礼请他到城里面去弘法，恭敬供养，他就去了。啊，没多久啊，敌不过名利财色，动心了。啊，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，可惜。啊，他跟莲池大师见了面，莲池大师就说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山上修行几十年，入城里没多久被染污了，他就问是谁呀？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，给他当头一棒啊。啊，还算不错，他醒悟过来了，回到山上去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大彻大悟。啊，真正大彻大悟，再入红尘，不染红尘。为什么呢？大彻大悟的人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才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不起心动念的，啊，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大悟。大悟的人也可以，虽然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不到这个境界不行了。执着没有了，见思烦恼断了。分别没有了，尘沙烦恼断了。是什么人呢？别教三贤。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。啊，这样的等级行。那么这样的等级的人现在现不现前呢？没有现前了。为什么呢？众生没福。众生要修福，佛菩萨圣人就来了。众生不修福，他不会来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佛是什么？佛是十善业道。啊，佛是中国人讲的伦理道德，这是佛啊。现在大家把这个丢掉了。啊，问他伦理道德不懂啊，
什么叫伦理，什么叫道德。啊，学佛的人能说得出实相的不多，没有人能做到。所以外面小小的名利财色都动心，啊，何况大的，大的就毁掉了。我们能理解，中国佛门谚语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移不生净土。你在娑婆世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就是情执。情执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。啊，你这一生遇到一个人，你爱他，不是这一生。过去世生中，不知道多少关系在里头，有夫妻的关系，有母子的关系。啊，有兄弟姐妹的关系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它不是一气一时短时的习气，不是，很深很久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修行也是多界修行，培养你的善根福德，你才有能力遇到了不乱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有因，因还得有善缘，良师益友，修行环境，这才保得住。啊，这些是真正的护法了。啊，你所亲爱的那个勤农啊，这些护法人限制你，有的时候你讨厌他了，你说他多事，他妨碍你啊，那么护法就走了，就远离了啊，你也就跟着魔堕落了，这一生白来了。那本来可以得度的又回去了，又搞六道轮回啊，这一堕下去之后，不知道有多少年月日你才能出头，再得人生，再遇佛法啊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那慧从哪里来的？慧从定来的，从清净平等心来的。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就没有定了。啊，定从哪里来的？定从持戒来的。啊，所以敬业首重三福，这不是敬业特别重视，修哪个法门都重视。啊，佛说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三福叫三世诸佛敬业真因。你看这一句话说得多重？三世过去诸佛，现在祝福，未来祝福，这叫三世。啊，菩萨修成佛道，决定不能违背这三条，违背这三条，不是佛法。
啊，这个三条是佛法里头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啊，三是一切诸佛都用这个做最高的修学指导原则，这能违背吗？这能小看吗？这能疏忽吗？啊，凡是修行不能成就的，中途变节的，都没有把三福当做一回事情。你细心去观察，啊，对这个三福不重视，啊，这不是释迦一个人说的，十三世一切诸佛都这么说的。啊，第一条，根之根。啊，第二条是本，第三条是枝叶化骨。我们用树木来比喻。啊，第一条是根呐、啊，根头一个根之根，是孝养父母。啊，根之本是奉师师长。现在到哪里去找？啊，决定不能怪现在人。啊，怪现在人是不人道的事情。佛在这个经上都讲过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忧于天。这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他为什么犯过？从小没人教他，他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，往上推至少要推七八代都不知道，你能怪谁呢？啊，两百年前可以怪他，怪他的父母，现在不可以啊。疏忽丢掉太久了，啊，整个社会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我们很幸运的，生在这个时代，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我们对父母所增长的那一点心，啊，孝亲尊师，有这么一点点味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这个年龄，80年以前社会，中国传统社会，而是农村，啊，城市里头就很淡薄了，农村里头还留着这些传统文化，啊，还影响着农村，啊，都市变质了。越是沿海大都市就变质的越厉害。啊，满清亡国，民国建立这个100年，不但没有人去做啊，讲的人都没有。那最近这60年，
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，遇到几个讲的，很少很少啊！啊，算算呢，不到十个人呢。啊，最近这二三十年呢，这几个能讲的人都不在了。一个都没有了，我们感到恐慌啊！传统文化要是断了，正法要是灭了，众生就可怜了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什么叫大事？培养传统文化人才，这是大事。大事因缘，莫过于此啊！啊，怎么培养？那是很少数、很少数真正发现的。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正确的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有心要做佛的，他绝对能做佛；有心要做圣人的，他能做到圣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有因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想做佛，哪有不能做成的？啊，怎么做法？把净业三福落实，六合敬落实，三学六度落实，普贤十愿落实，他就是现在佛。啊，只要你肯干，你就是佛。啊，你只要真正肯干，耕耘的三五年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中等的根，十年二十年开悟了。下根，他的寿命要长，三四十年会开悟。啊，中国人也说。人人皆可做尧舜呐，尧舜是圣人啊。为什么人人都可以做尧舜？因为人心本善啊。尧舜是什么人？本善发挥出来了啊。本善是什么？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自心本有的善德。我要做，我能做不到吗？当然可以做到。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，端在自己的觉悟啊。那个觉就是智慧啊，我觉悟了，我真看呐、啊！净业三福第一条就是落实儒释道这三个根啊，疏忽了，以为这个东西教小孩的啊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。你做一辈子，你没有根。啊，你这棵树是假的，你的枝叶花果的时候是粘上去的，不是这树上生的，这树不是活的，没有生命力。
儒释道这三个根是有生命力，不能不学，从前没学，现在要补习，要卧补，补不出来，那就没法子。遇到这个法门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行。如果在这个世间还想有一点作为，这不行，这根不能不要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具足三学六合，这个三福六合、三学六度十愿，真菩萨，真佛住持。我们相信他要是真发心做，不出十年，他决定大彻大悟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。为什么？他自信悟了，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的能向好通通现前。他能度众生，他能主持正法。几个人肯发现？从小我们就被放纵成习惯了，现在叫你约束啊，很不习惯，不甘心不情愿，那心会就没有了。心是假的，因为它所依的是烦恼，是情执，它的心从这生的。情执所生的心，假心。不是真的，会变的。你看现在年轻人，男女相爱，达到最高峰，结婚了，结婚没几天又离婚了，那个爱什么？假的，骗人的，虚情假意呀，一时冲动啊，他哪里懂得什么叫爱呀？爱多神圣呢！爱是自信的核心呢，他怎么会懂啊？所有宗教的核心就是爱。佛家不用这个爱，用慈悲。为什么用慈悲呢？慈悲这个爱是智慧做基础的，不是烦恼。这个慈悲心是从智慧的大智慧里头流出来的。世间人的爱是从情执里头。情执的冲动，时间很短，很快的就变质。所以他根本就不懂啊。不学，根扎不起来。懂得也是假的，都是解得不错。跟佛的见解，跟圣人的见解一模一样。为什么读圣贤书？说出来了，跟圣人差不多，很像。可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没做到。如果真做到了，表现的是有精神在里头。这就讲
它有一种特殊的能量磁场，能感动人。啊，自己没做到，没有这个能量，啊，不能感动人。啊，感动人是自己做到了，把你所信的证实了。这个能量就大了。啊，永断以往啊，有丝毫的疑惑都会造成大障碍。啊，疑惑是愚痴的中心。啊，傲慢是嗔恚的中心。情执是贪欲的中心。这贪嗔痴称为三毒，毒中之毒。就是情执、骄慢、怀疑。毒中之毒。啊，这个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呐，啊，三恶道的根呐。六道轮回三善道啊，贪嗔痴很淡薄，啊，他们还是有智慧，能把它扶住，没有能力断。有能力扶啊，这个扶住就是四禅八定啊，扶住这些烦恼啊，你在三善道啊，扶不住就堕三恶道了，就堕落下去了。明心佛智，无上智慧。这个佛智，一切种智，以及转八十乘四智。啊，这是自然的，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。啊，无上智慧。本经当中说一层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行此事，可见得敬重能信不容易啊。这是佛说的，等于佛给我们受记的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能信能发愿还肯念佛，这就是过去生中已经供养诸如来啊。经里面这个供养诸如来还加一个无量啊，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，得到啊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对于净土这个法门才非常欢喜啊，深信不疑惑啊，发愿真干。啊，诸位要是知道我学佛的历史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我不遇到方东梅先生，跟佛没有缘。
跟宗教没有缘。十岁，就我们是乡下人嘛，十岁的搬到城里住，上下学，念二年级，一年级没读过，念二年级，十岁了，人家七岁上一年级，八岁就二年级，是我在班上年岁最大的。在学校里头，小学、中学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受老师的影响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宗教是迷信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个概念先入为主。我相信这几十年学校老师教人都是这样教的，所以宗教没落了，没人相信了，没有人去研究它了，方东美先生也不是信仰宗教的，他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你怎么会信这个东西？他也没有拜过老师。这是个绝顶聪明人。他二十几岁，就是大学教授。世家子弟，桐城派方苞的第十六代，桐城人，从小国学的基础就深了，抗战期间。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那个时候顶多30岁的样子，有一段时期他生病。别人劝他到峨眉山去养病，环境优雅。他在峨眉山住了2个月吧，养病。山上没有报纸，也没有杂志，一般的书都没有，全是佛经。没事干了，拿佛经来看看，消遣消遣。没想到这一看呢，就看出兴趣出来了。他看懂了。越看越有兴趣。从此之后，没有一天不读佛经，而且叫深入经藏。他给我上课，举出经论里面一大段一大段，他全能背诵，告诉我在哪一部经，第几卷里头。不能不佩服啊！我们到他书房去看，桌上绝对有经本。没有一次我到去看的时候，他。书房桌上没有经本的，没看到过，一定有。可以说，
从峨眉山养病回去教书之后，他们有一天离开经典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的经典是最高的哲学，告诉我《华严经》是佛教哲学概论，他是这样看的。啊，所以我进入佛门，研究经教，是把它当作哲学来看待，没有把它当作宗教。啊，我受他老人家影响三年，以后越来越深入，觉得佛经里面包含的不只是宗教啊，这个哲学，它包罗万象啊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啊，所以我只简单把它归五大类。啊，佛经里头有哲学，有科学，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因果，而且呢，都讲得非常透彻。啊，其他典籍都赶不上大乘，真正是宝啊！啊，可惜认识他的人太少了。啊，我是很幸运的。这个单元课程上完之后，我就有缘分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啊，这个人一生专攻经典的。啊，可惜他的著作全是藏文写的。啊，而且战乱的时候，他到台湾，这东西没有带过来，应该全毁掉了。啊，可能在大陆上也找不到了。啊，那么入佛门，幸会呀。到哪里去找这个人？我们具足一点点幸会。是小时候父母老师教的啊，真正是所谓三家村穷秀才那里学来的，扎的这个根啊，知道尊师重道。啊，我们扎了有一点点不扎不扎实啊！要不是这60年，每一天不离开经教，明文理养能不动心吗？自己想想，没有把握啊！这一生走这条路。逆缘多，善缘少。啊，逆缘善缘都要修忍辱波罗蜜。佛说得很好，一切法
是讲世间法跟佛法得成于忍。你不能修忍辱，是处是法都不能成就。人就是坚持不放弃，啊，能突破种种障难呢、啊。啊，威胁利诱啊，都能经得起。啊，这个路才能走通啊。啊，走通之后啊，真正生欢喜心。啊，所以要从戒定慧这个里面培养出的心，这心管用。不是从戒定慧培养的心，这个心在一定的时候会动摇，会变质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把它补过来。下面这一句，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这真的，这人生不容易啊，遇佛法更难。我们今天这个难都得到了，听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一部汇集本，难中之难啊，此净土中啊是难信法，若能信如啊，皆因俗居慧根啊，不识过去生中深厚的慧根，你不可能相信。啊，遇到了这一生当中，如果没有甚缘、殊胜的缘分，啊，善友跟环境，啊，没有这个善缘，你不能成就，成就很有限。下面第十一尊菩萨，愿慧菩萨，前面是信慧，这更进一步，不但信，真正发愿，表阿弥陀大愿之王。智慧广大了，又可与性慧正事合参。啊，这两个要合起来看。正表经宗，以性愿持名为宗，这才能成就。信已经不容易了，愿势必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还得把娑婆世界的事情也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这才有个选择。啊，这个选择是智慧，不是感情冲动啊，智慧的选择啊，娑婆世界确确实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
啊，那么你要真正想得到真常，真常只有在十八图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的同居土、方便土也是正常，这就难得了。同居土里面的菩萨都是发心身，都是发心土，跟十八土没有两样。弥陀的加持，弥陀的恩德是平等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没有边际的。世尊为我们如实介绍，十方诸佛如来为作证明，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真正能相信的，你相信多少分，是看你放下多少。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。你没有做到，你的信不是真心，你的解不是缘解。那如果是真心是缘解，你百分之百的做到啊，那你真的是佛菩萨啊。你是什么佛？你跟阿弥陀佛学，所以你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你就是释迦如来啊。什么模型做出东西跟他的是相似的、相同的啊。所以这部经不只是教我们去读的，教我们去念的，不是，他教我们行，教我们证。啊，真正把它落实，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、日常工作、待人处事。不离心愿。啊，跟人接触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劝心、劝愿。啊，劝行，跟熟的劝行，没有善根的劝行，已经信的劝解，已经理解了劝他发愿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就跟佛菩萨度众没有两样啊。跟阿弥陀佛同心、同德、同愿、同行，弥陀弟子啊。下面这一尊相相菩萨，乃东方阿处佛国菩萨，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众，啊，在维摩会上啊也表上首。相向，身处
相逢啊，此菩萨了身身相啊也如是，相相力大，表弥陀愿力无边啊。他参加这个法会做影响众，啊，在这个地方表法，菩萨身处相逢，啊，很远地方就闻到，也可以看作磁场，现在人家磁场。啊，进入这个磁场，感到身心舒畅。啊，纵然不想说一句话，也不想离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这一生就特别是张家大师的磁场。啊，跟他坐在一起就不想离开。像这个动物里面，相的力最大啊，所以表阿弥陀佛的愿力，阿弥陀佛大愿啊，大能摄受无量无边众生。下面第十三尊宝音菩萨，表弥陀愿海，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，能令凡夫啊，无功德者尽登不退，证入涅槃，是乃宝中之音，故云宝音。啊，音是樱花，我们常讲精音啊，精华啊，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是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。妙宝是形容功德的，功德是修功有德，不修就没有了。我们修世间法，修伦理、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啊，每一个字都修得很好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与这一些德目相应。这个相应就是德啊，把这些德目表演在我身上，表演在我形象上，啊，表演在我日常生活当中，自自然然能感化人，啊，
你住在这个地方三年，这个地区人都被你感化了。潜移默化了。啊，佛弟子我们刚才讲了。三福要做到。这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六合要做到。不求别人跟我合，求我跟别人合。这就对了。啊，我跟别人活，活了几年了，别人跟我活。啊，不知不觉的，他被我感化了。啊，有一些同学知道，图文巴十几个宗教，这些领导人希望团结携手，把这个小城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，难得了。我们在这个小城住了11年，啊，这个11年呢，感化了，不知不觉，啊，无形这个力量促成宗教大团结。啊，我们的方法是布施、请客。吃饭聊天，每个星期六我们有这个活动，11年没中断呢，每一个星期六都举行啊。啊，这个城市不大，只有10万人，啊，10年有这个成就，要有耐心。不能中断了。啊，欢迎大家来吃饭，素食招待也不错，10几个菜啊。啊，当地人很喜欢呢，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餐厅里面来做过客的，对我们都非常了解。啊，族群有困难了，宗教有困难了，这地方上有困难了，我们都伸出援手帮助。啊，昨天我收到个报告，我们的农耕小麦收成比预估的降低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气候啊种种自然的问题。啊，欠收了，还收了2万多公斤。啊，去年我听说小米收了13000公斤。啊，今年小麦，除了我们自己食用之外，我们到市场去卖，卖的钱
付了农民的工钱之外，还有很多赚的。这就是道场的收入。啊，道场经济有固定的收入，人心就安定。啊，不是靠捐助，捐助不稳，不稳定啊。啊，这是稳定的。啊，我离开这个道场没有问题了，他们有收入啊。啊，能够自给自足，而且还有很多多余的，啊，多余的一定要帮助地方，帮助族群，帮助宗教，方方面面，啊，需要用金钱帮忙，全部帮忙。啊，你跟人的关系越接越好，啊，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的，是真干。啊，其他宗教收入有困难，明年我回去跟大家再商量商量，帮助宗教，怎么帮助法？我们买土地送给他们，这个土地指定农耕。啊，我们送他500亩、500个银亩、1000个银亩，啊，给那些宗教，他们一起来使用，啊，中国古人所说“深谙则道隆”啊。我们身心安定，才真正能修道。身心不安，没法子修啊！啊，身心安定，首先就是经济收入要稳定。啊，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这个问题。啊，收支要稳定。一心才真正的向道。我们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才帮助大家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个头戴得好啊！我们自己种菜，自己种粮食。是功德。第十四，菩萨了，中诸菩萨，安住中道，不落二边，当向即道，即思而真，净念相即。即念理念，是中注意。这个意思很深。安住中道，不落二边。这个二边是空有两边，性相两边。啊，现象是有，体性是空，啊，这性空妙有啊，空有是一，不是二，不能偏在一边，啊，凡夫偏在有，对有非常执着，啊，二乘。偏在空，
啊，它是舍了有，进入到空，叫偏真涅槃。啊，自己入般涅槃了，但是不能利益众生，这只有自利，不能利人。大乘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，两边都不离，啊，即空即有，啊，所以是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，啊，一切思想知道，这是个梦境，啊，梦境不必出它，有就是空，所以在一切现象里面，它能和光同尘，跟大家完全一样，它心地清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，啊，活活泼泼，啊，这个样子，才真正做到功德圆满了。啊，自利利他了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啊，但是对无量功德又没有起心动念。无量功德有没有啊？不执着啊。啊，不要把功德念念念在嘴上啊！哎呀，我有多少功德了？功德没有了。啊，变成福德了，变质了。啊，福德在什么地方？在三善道，在六道轮回里头。啊，四圣法界，分别执着都没有了，还有起心动念。啊，那个妨碍不大，只妨碍明心见性。除这个之外，它没有什么妨碍。啊，所以这个还是要放下，还是不能执着。啊，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。练什么呢？最高的，练不起心不动念。这个是难的。谁能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？啊，眼见色而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几个人能不动心？不动心就成佛了，就是法身大士。啊，所以我们的练是从不执着下手，不执着真做到了，再学不分别。啊，不分别做到了，再进一步不起心不动念，要分三个阶段。是我一下手就要不起心不动念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，慧能大师，没看到第二个人。慧能之前没见过，慧能之后也没听说过。这个人不能学，学不到啊，学不像啊。啊，净土宗庙有慧能大师同样的效果，
但是不同的方法。啊，不同的方法是慧能大师的念心，确实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那个生起心是生起感应，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，虽有应，应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是大菩萨的境界，不是凡人，凡人决定做不到。你做到了，你不是凡人，你是佛菩萨。啊，净宗教给我们，把念头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妙啊，妙极了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这净宗是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全是极乐世界。所以，净宗主目标不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明心见性用这个方法不行。啊，净宗主目标啊是求生净土，是亲近阿弥陀佛。那这个方法就是亲近阿弥陀佛、往生净土最妙的方法，在一切法中心相生。啊，心想事成，你心天天想，事就成就了。啊，我们把明心见性放在极乐世界。见到阿弥陀佛之后，我再修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再修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啊，我们把分成两个题词，这个容易啊。啊，一切众生不同根性，通通能成就啊！啊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贤愚不肖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烦恼习气不必断。不必笑，只要把你把念头转移了，转在阿弥陀佛这里了，不断自然断，不消自然消了。这个方法妙绝了。底下一尊菩萨，智行菩萨。智行里头最重要的，智行一处。啊，表言持境界，智我行善，又念佛即是持戒，是智行矣。一句佛号，具足万德。啊，所有一切境界，自然它就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念念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佛号放下了，你去念名闻利养啊，名闻利养代替了阿弥陀佛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这样你比不上持戒的人。如果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你超过持戒的人。
那么问问我们对持戒这桩事情要怎么看待？果然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净念相继，戒律可以不闻了，一切法都可以不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专修净土，专念弥陀，你决定得生，弥陀决定会来接引你。啊，那就是你这个智啊、智行啊，你能不能治得住？这个智，有些经上用智。意思完全相同啊，止于一处啊，把心定在一个地方这个非常重要，这是净宗的方法啊，不要枝枝叶叶上去修了，完全从根本修啊，根本就是个佛子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肯定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，没有一法不在其中，真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啊，要真正放在这里，确确实实。万缘放下了，啊，这个例子很多，我们听谭旭老法师的报告，啊，佛门将开始，老和尚的开始，跟我们讲锅炉匠的故事啊，锅炉匠是他的同学，跟我们讲修无私的故事修无私是道场的同修，哈尔滨极乐寺的啊，这些人都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都是做苦力的。啊，锅炉匠是苦力，很辛苦。修无师是做泥水匠的。啊，建筑房屋当小工。啊，以后学了佛了，出家了。啊，在常住里头，真发心，修苦行，人家不愿意干的工作，他们干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别无杂念。啊，都是念道。欲知是知，自在往生。啊，修无私是在极乐寺刚刚建成，啊，谭旭法师是主持，地贤是他的老师，啊，寺庙建成了，
办一个法会，就是开戒啊，传戒，请地仙老和尚当戒和尚啊，这是佛门最大规模的法会。啊，当然这个寺院城建这么大，开戒是有好处，有很多人在这边出家受戒啊，也有的人愿意留下来在道场服务，道场可以兴旺。这个方法确实是好。啊，这些人呢，真正能把心置在一处，所以他很快就成就了。心不能置在一处，那就难了。置在一处是得定，置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上，就是念佛三昧。啊，当然功夫有浅深不同。啊，功夫的浅深是智慧，是德行。智慧是你还没看破，还没有彻底放下。啊，心里头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有牵挂。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心里头没杂念了，没妄想了，没有牵挂了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跟阿弥陀佛通了。啊，其实我们一念心，阿弥陀佛知道。啊，佛为什么不来呢？是我们自己有业障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来了没用处。啊，不起作用，他决定不来。啊，来了他真起作用。业障要消，来了才有作用啊！一消业障要靠念佛了，念佛功夫不够啊，没法子。这个忙阿弥陀佛帮不上啊！念佛功夫够了，业障烦恼不要消尽，消尽很困难，那跟八万四千法门没两样。他只要你能扶得住，你能控制业障烦恼不起作用，就行了。佛就来接引你了。啊，你还没能控制住啊，佛不会来。啊，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个接到一个报告，四川的。啊，在家一位居士，夫妻两个都念佛。啊，太太见到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问他，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？啊，他心里也犹豫，
啊，家里亲孩子、孙子很不能放下。啊，这一忧郁的时候，佛不见了。啊，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先生，先生听了很开心。啊，先生知道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啊，先生不吭气，认真去念佛。啊，不告诉他们。啊，没多久，先生扶住烦恼了，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。这是我们了解怎么才能往生，给我们传递这个信息，决定是全盘放下了，没有丝毫疑虑，啊，我自己经历过一次，我天天都想走。啊，我79岁那一年，79岁，在北京，啊，生病，住在旅馆里面。那病得很重，第三天啊，下半夜，我好像是醒过来了，但是醒过来的很清楚，我不是在旅馆里头，是在野外。草地上，躺在野外草地上，啊，看到面前一重一重的青山，很漂亮，啊，很像啊大理的苍山那个样子，但是大理山外面有洱海，有水，那没有看到水。啊，看到满山遍野都是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面都向着我。哎，我这一想的时候，这是不是一些听众啊？啊，很欢喜。突然这一念之差，这个念间的时候呢，变了。那些人全变成畜生，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满山遍野一下就变成畜生，啊，各个种类不同的畜生，满山遍野。我就念了一句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。哦，佛身现前。佛像多大了？半边天。啊，山不见了，就是一尊佛像在面前。那个时候讲华严经。啊，身作讲经啊，我都念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本师阿弥陀佛。本师毗卢遮那佛。啊，所以我接着念南无本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现前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见了。我在念南无本师毗卢遮那佛，
啊，毗卢遮那佛现前，弥陀佛不见。啊，最后我念了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现前，那个像半边天，但是看得很清楚，啊，一点都不模糊，真的是如对面前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耳边有声音，我没有回头，我看观音菩萨没回头，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放下的，统统放下了。还有没有亲人是想见见面的？没有了。啊，问了我好多，我都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我说我很想跟佛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那么如果佛需要我留在世间啊，多住几年，我说也可以，没关系，这样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了，病就好了。啊，第二天我就回香港。啊，有这么一次经历。啊，我就有信心。我什么时候往生？阿弥陀佛做决定。啊，需要留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表法，做个样子。我信，我能忍耐，能受苦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我的事情圆满了，佛就会来接我走。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走，欢欢喜喜的走，快快乐乐的走。啊，一丝毫干扰都没有。啊，这几年越来越转了，经现在就一部了，其他通放下了，持名就一尊阿弥陀佛，别的都不念了。啊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所以智心是我们能不能往生最关键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心控制不了，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。啊，特别还有名利，还有亲情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甚至于我还想对佛法做什么好事都不可以，都是麻烦。有缘就做，做而无做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做什么没有起心动念，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无作而作。啊，决定不妨碍行愿，决定不妨碍往生，这才行啊。啊，世间名利财色，稍稍动一点心，我们就受到干扰，就受到妨害。啊，每一天读经，每一天分享有好处啊。时时刻刻
提醒自己，啊，这个环境要认识得很清楚啊。绝点不含糊啊，幕后解脱菩萨啊，这个十六位菩萨排列都非常有表法的意思啊，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在里头啊。你看最后解脱了啊，解脱之前是执行，行止不住就解脱不了。表灭除戒缚啊，故名显脱啊。啊，戒是烦恼，缚也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过去在几十年前，我记得有个电影的名字叫《心有千千结》，这是凡夫啊，这个结永远解不开啊。啊，缚是绳子捆绑得很紧啊。啊，两个字都是烦恼的代名词。用一句佛号把它解除，把结解开，把缚也解开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如经云：“身独独特，获其福德。”可得长寿涅槃之道。这个身独独特，这个独字是个关键的字眼，你自己一定要知道。啊，还有许多人说，我要到极乐世界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的家亲眷属怎么办？还一大堆呀，那就全都你自己也去不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世间这些事，缘聚就现前，缘散就消失了。缘聚缘散，你怎么能当真？那学佛怎么这么感情都没有了？啊，学佛有没有感情？佛学有，佛学的感情是真情，不是虚情假意。啊，佛对我们有真情，生生世世永远追随、照顾，没有放弃我们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六道里头缘聚的时候在一起，死了之后缘散了，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了。啊，再见面也不认识啊。啊，这是假的，不能认真的。啊，你要是真的认真，啊，要度你过去家亲眷属，那叫什么？在佛教里有个名词叫有缘人。什么时候你认识他呢？你明心见性之后就认识了。啊，这些有缘人散居在十法界，在各个不同的界别里头。啊，
有在天道的，有在人道的，有在三途的。啊，只要是跟你过去有过这个缘，亲疏关系，你通通都能够看到他，能够听到他，他起心动念你全知道，你都能关注得到，他有困难你真能帮助他。到那个时候你跟佛菩萨一样，你有圆满的智慧，有无量的德行啊，你也会像菩萨一样观其他是不是真相处理，真相处理就帮他，他不想处理啊，烦恼习气没扶住，这个不行，这你没成熟啊，就根熟众生，你根没熟啊，你还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还有情执啊，有这些东西极乐世界不适合你居住，你到那边会生烦恼啊，所以必须能完全扶住，只要一念扶住，那一念就能往生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永远扶住，不会起现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烦恼的环境，没有造业的环境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全是男子，女人到极乐世界都变成男子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把那个亲情男女之爱呀，完全杜绝掉，但是没有了，那是他念头都不生了啊，而且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之菩萨就是大彻大悟，遍法界虚空界的真相你完全见到了，完全明白了，烦恼化成菩提，生死化成涅槃啊，全转过来了啊！啊，这几天电脑里面不断在播2012灾难啊，有好多个版本啊，昨天有个居士，我不会用电脑啊，他们把电脑拿给我看，我看到四个不同的版本，以前我没见过的，比以前那些讲得更详细，对念佛人有帮助啊！啊，让念佛人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对于信愿持名，增长了信心。
啊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。这灾难怎么来的？念头起的。为什么要起这个念头？啊，因为尽从心生，相由心现。啊，你想他，他就有；你不想他，他就没有。所以我劝全世界尽宗同学，啊，在卫星电视，在网络上，我们大家一起在心底里头把这个灾难呢灭除，啊，不要去理会它，这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自己平安没事，你的家庭也没事，你居住的地方也没事，啊，问题是你的真心，你要有心慧，你要有愿慧，啊，你要有智心，后头自然得解脱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科学的根据也不可靠，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明心见性是真的，从自信里面露出来的，这是决定可靠。啊，如来的经典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字字句句都是心得，啊，可惜人现在相信的人少，不信的人太多了，啊，我们竭尽所能，啊，做一点影响，尽一点绵薄之力，啊，希望把念头转过来，啊，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，啊，真正相信，纵然有这个灾难会前去，啊，化解灾难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功德。啊，智慧德能都不够，把它减轻，决定是可能的。所以神独的独，啊，不要有任何牵挂，任何牵挂都等于零。可得长寿涅槃之道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人人皆是无量寿。啊，最终必定证大般涅槃。又，这也是本经所说的，知是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遇到这部经典，没有不得度的。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